你有没有听过新山开心喜乐俱乐部？Johor Bahru Happy and Joyous Club， 你有没有听过？你在哪里？这位大姐我有见过，好像在我们的咖啡店啊。这位大姐我有见过。这很好，这你就在这个 area， 就是嘻嘻哈哈的，对吗？哈哈哈，哈哈哈哈。哎，我比我要讲，不是只是嘻嘻哈哈。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做，就是讲你要做社区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很多机会跟社区去做。 一定要给我们这个社区啊，给这个快乐的这个气氛，旺。